接着我们恭请法王圣尊莲生活佛传授在家菩萨戒。请受在家菩萨戒弟子长跪合掌，恭请法王圣尊莲生活佛法语开示及次受在家菩萨戒仪式。生活中受在家菩萨戒，只有李子义，法名莲花子义，发心于2022年8月20日，在正佛宗创办人莲生活佛卢生彦指引之下，得受在家菩萨戒。另外，一共有13位，啊，李子义、杨瑞莲、李明德、孙慧娟、王家宏、王乐璇、杨莲霞、黄勋龙、廖燕平、杨龙英、陈淑娟、胡静文、张真凤。那现在呢，我们也是请揭摩阿舍利南无本尊释迦牟尼佛、德界阿舍利弥勒菩萨、教授阿舍利、宏观圣冕金刚上师、莲生活佛为尊贵的证明。那么请在座的上师、教授师、法师，还有所有的贵宾等，为亲自的证明。那现在问你们，你们是不是自愿尽行受、遵守在家菩萨戒律而不犯？是。一问一答，便是得戒。在戒坛之前，绝无虚言。那么问排在第一位的莲花子义，莲花子义举手。哦，阿弥陀佛，师尊好。那现在问你，什么是菩萨戒？弟子觉得是自愿尽行受行菩萨道，救度众生，以 无为的心去行有为的菩萨道。谢谢师尊。那你以什么东西来行菩萨道？报告师尊，无我之心。无我，无我无心。无我之心，无我之心。
无我之心。无我之心。你是讲无我之心呢、啊？对。那么无我之心从哪里得来？无心得来。从有心。你没有心是吗？有的。有。那你有了心，那你要学习什么？学习慈悲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六度万行。嗯，他讲的还可以啊。感谢师姐。好的，在《维摩诘经》里面讲。很多的大菩萨那时候来了将近数万名的数万名的大菩萨，维摩诘经里面提到的大菩萨都是有三种很大的智慧。第一个智慧叫做真空智，第二个智慧是差别智，第三个智慧是一切种智。一切种智啊，真空智对于如果一个人认为娑婆世界根本没有，什么都是空的，要度化的话，度化它就要用有去度化它。如果对一个人他是认为一切都是实有的，你就要用空的智慧去对话度化它。两个人互空跟有互相应用，这个就是所谓空的智慧，就是真空智。所谓有的智慧就是差别智，两个互相应用就是一切种智。所以学习菩萨当然要这个救度众生，下化众生，那么以自己作为菩萨的标准去度化众生，而不是叫你说啊，完全独善其身，不是的。除了独善其身以外，还要下化众生啊，这个才是大菩萨。现在用净光啊，照大家啊。让你完全化为清净，所谓清净，自信清净，一切自信清净。我们唱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王圣尊莲生活佛赐受戒牒及戒本给新寿菩萨戒弟子。本师释迦牟尼佛，一位代表。菩萨戒弟子代表敬献哈达及供养。菩萨戒弟子起立顶礼感谢根本传承上师及坛城三宝。嗡啊吽。平等于起手。受戒仪式圆满吉祥，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恭喜他们，请回座。